罗旋一个转身，插板进球。那凯翔在昨天的表现也非常好，他一定延续下来。刚才看到是 Neville 一个麻辣锅，锋芒识别了。守持员有 Y open for three， 速往上推进。他自己说，其实球队赢球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。10秒，何敏豪，看你的车动，这个最后一波进攻。 直接往里面带哦！小组配合或是你在整个战术的运用，也是攸关的命中率的问题。哇哦！红军将球停下来，交给 Q， 一样的动作。 Q 面对李德威，再往里面吊，林金宝反手上篮，往里头带，交给了吴岱豪。哦，三分外线，再度的尝试，没进。 过另外一脚篮板，再给 Neville 单手棒，另外他这次传球面对对方的包夹发生了失误，红军交给碰碰，手心的力量，红牛在交还给 Q， 外线的空档出手把握住了外空心，周志远往前带，哦哇，第三波的进攻机会了，红军彦往后带一步，碰碰。 往里面带，招牌小抛投没进，但 Q 还是抓到了篮板。陈建恩底角三分球，王梦捡到篮板再起，被对方挡下来，由王梦先推进。好球！罗旭源在交给队友，今天在底角位置，陈建恩没有出手，再传给陈建恩，拆炸弹，欢迎小哥，吴冠良。哦。 红军借由队友的掩护，这次上篮有个小车轮啊！红军交给简浩，外围的空档把握住了。红军再往里面带，简浩跟进来。红军吊大脚，陈杰恩三分球，红军对上柯明豪往里头打，来。 有个火锅，罗朝南往前推进上篮进球了，交给简浩，往里头带，哦吼，挑篮进球，最后时间耗掉不远。这场比赛呢，靠着陈金恩还有 Q 在中距离优异的发挥之下呢，最后的比数79-67，他们拿下这场比赛胜利，然后战绩目前是来到了6胜5败。